你干嘛呢？亮本呢？拉不过去，亮本。什么拉球给阿宝教练整无语了？我可没教过这个啊。我看短视频教的。你拉不过去，特别是下旋、下网是为什么？当对方球很转的时候，球自然弧线会很低，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？往下蹲，重心下去，让人比球低，你自然而然一拉就上来。你看我这样，我在这儿的时候，我下网，对不对？蹲起，是不是就上来了？你不需要调版型，首先碰到下网球，第一反应是我重心向下，把手往球下面放，让自己充分的能够给球向上摩擦的这个距离。第二，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还拉不上，小臂再往腿部贴近一点，让自己能够有充分向上拔的距离，这样去调整。一般的球，你能遇到的球，调这两个就够了，没有调版型的必要。我看短视频有这么教的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教过你吧？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短视频，从来都跟你说版型不要乱动，用重心去调整，再弯点腿，对，再弯弯腿下，对，充分的蹲，对，再来充分的蹲，漂亮，再来一个蹲，对呀，这不就好了吗？他还会下网吗？再低的球你都不会下网，你下网就是因为你的手跟球差不多高，或者是比球还高，你自己没感觉。蹲下去，你手一旦蹲下去，人蹲下去，手跟球就是一个从下往上的关系。以后拉球该什么版型就什么版型，不要乱变，再乱变你这手腕都控制不住了，球全拉飞了。点赞加关注，每天有进步。本视频由亚瑟士特约播出。